大林慈济医院的厨房里，一大早就传出阵阵香气。志工贴心准备了素粽，要送给医护同仁。这是急诊的，哦，阿 TV 的在。副院长陈金城陪着志工亲自走访各个科室和病房，把祝福送到大家手中。这两年多来啊，师兄姐一直在护持着我们哦。 为了我们的疫情，大家都很打拼哈，要尽快让疫情消弭，有准备了雪莲苦粽跟五谷粽来，感恩他们的辛劳，哎，也祝他们端午节佳节快乐。南投志工也忙着包粽，前置作业也不能马虎，一颗颗素粽包入的是志工的爱心。 这一阵子疫情起起伏伏，卫生局同仁非常辛苦，志工送来粽子，暖心也暖胃。大爱新闻于建兴、林正南，南投嘉义综合报道。